哦，反面单词说一个压制，小黑这里被流年套路到一个线，让很多朋友注意到他。其实他在玩家圈子里面，都知道他。对，在对于很多不经常看酒吧比赛的朋友来说，对他不是特别了解啊。OK。静息神宝贝啊，帅不帅啊？这个我说了不算啊。跟吴彦祖差不多，这位兄弟说出了真相。欢迎柠檬茶啊，来了兄弟，晚上好。流年见冷老玩家了，是。只剩了最后一口血了，可惜了。投地啊，大口，大口小草公认是最强草嘛。流年现在胡界流年开始发动反击。啊，这里只剩一次机会了。两人首发都选择同样的八神啊，尤里亚甘米。流年现在也是打的香，哎呦我去，连续两个四个拆头啊！得效一个小黑的一个落点，抓了个逆向，谢谢转笔小神毛的爱心支持，谢谢。我要给你生孩子啊！我是生孩子什么意思？不要孩子！欢迎牧羊啊！拆头啊，拆头是，一个人抓到你，你可以在同时按下，他按拳，你按拳的话，你可以把他这个头啊，把他给他破解掉，挣脱开啊。动手投放扑，确认天地板，这个伤害没有暴气，但是也足够了。撩女粉丝，哪有女粉丝啊？我们这直播间里都是雄性荷尔蒙气息这么浓厚，哪来的女粉丝啊？大哥。